叫什么呢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，我可是粘土女神。粘土女神？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呀？没错，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哎，需要需要。粘土女神，我的粘土丢了，你能帮我找一下吗？你的粘土是这一块吗？不是，我的粘土没有这么大块。不是啊，那你再看看是不是这一块？也不是这块，我的粘土它没有这么好看，而且它有点干巴了。有点干巴？没错。是这一块吗？对对对，这就是我的粘土啊！粘土女神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胖子，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，为了奖励你啊，这两包粘土也送给你。给你。哇，太感谢你了，粘土女神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人都去哪了呀？一个都没来啊。大侠，大侠。哎，胖妞，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大侠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了粘土女神，她不仅帮我找到了粘土，还多送我两包呢。粘土女神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了，来来，粘土分你一包。胖妞，我不用了，我有点事，我出去一下。啊，那你快点回来呀。知道了。这粘土女神给了胖妞这么多粘土，我也去上去。哎，这是粘土女神在哪儿啊？要不我喊一下，我的粘土丢了，有没有人捡我的粘土呀？有没有人捡我的粘土呀？我的粘土丢了。有没有人捡我的粘土呀？哇，你应该就是那个粘土女神吧？没错，小朋友，你的粘土丢了吗？对，你能帮我找一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是这一包吗？嗯，没错，就是这一包。那还给你。好好。不过我还丢了一包呢。还丢了一包？没错。那你看看是不是这一包？哇，就是这包。那就行。你还有丢的粘土吗？这两包够我玩的了。没有了。那就好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说谎的小孩子可是会受到惩罚的哟。胖妞，看看我的粘土。大仙，不就几块干巴的粘土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！这粘土女神给我的粘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粘土女神，你的粘土丢了，你也看到它了？我看来是因为我说谎受到粘土女神的惩罚了。哎呀，以后我再也不说谎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乱七八糟的！哎，粘土送给你，那行。